孩子给我，把孩子给我，把孩子给我，放开！老公，把孩子给我，快把孩子给我！大哥，孩子我已经给你带过来了。你小子可以，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能干得出来。我说到做到，我们俩的账以后我一笔勾销了，孩子给你。好，我们俩的账一笔勾销了。哎，大哥，等等，小子，还有什么事啊？大哥，能不能再给我10000块钱？我婆娘那边也好交代。你小子，你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你连你家的女人都管不了，算什么男人？滚！大哥，我实话告诉你吧。我外面还有10000块钱的债，家里已经没有孩子了。哼，没有孩子了，回家把你女人也卖了。我起来。孩子，是用来交易的吗？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你们俩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。我自己的孩子犯什么法？不管是谁的孩子，都不能以金钱的方式去交易。赶快把孩子给我。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他欠我的钱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是。谁赚钱都不容易，他欠你多少钱我替他给。他欠我10000块钱。把孩子给我。大哥，谢谢你把孩子给我吧。把自己孩子都能输给别人的男人，你配当爹吗？大哥，现在爱情那么严重，家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，本想出去赌一把，没想到出了那么多。来，把你手机给我。家人们，不管你是带孩子的，还是年龄大在家没事干的叔叔阿姨，或者因为疫情导致在家没活干的，我给你们推荐一款我和朋友都在家做的福利。跟着商家做关注任务，一天能赚100米到200米，不需要花任何一分钱。咱们打开你们的微，点发现，然后点视频号，搜索千干店，点进去联系客服，给客服发信息，等待客服回复，跟着客服操作就行了。以后你啊，千万不能因为没有生活费再去赌博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谢谢你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朋友们，每一个生活都不容易，珍爱家庭，远离赌博。是生活。